刚跟侯市长讲，虽然我是同意的，如果 Freddy 要给 Godo 时间在他家里可以，他需要找一个理由退席，所以给他面子也是好。但是把私人之间的简讯拿出来念稿，通常这个是免嘴跟侧翼在做的事，我们总统要做的事。但是你也更不同意啊！啊，你不要打断，好不好？其实想要大家对面的想法，三个一起见面，也是塑造一个团结台湾的意向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找一个场合，但是是公开的，大家见面的。Freddy 要给 Godo 直接在他家也可以，不然就找一个饭店都可以。他需要找一个理由退席，所以给他面子也是好。我要跟侯市长讲，虽然我是同意的，但是把私人之间的简讯拿出来念，通常这个是免嘴跟侧翼在做的事，我们总统要做的事。我同意免嘴。对，你也可以不同意啊。我不同意啊，但是你也可以不同意啊。好，你不要打断，好不好？第一点哦。如果 Freddy 要给 Godo 直接在他家也可以，他需要找一个理由退席，所以给他面子也是好的。柯志奇他说，大家最后一次来解决台湾的问题是好的。既然你昨天有早上打电话给 Godo， 不是我早上打电话给 Godo， 是 Godo 打电话给我。其实想要大家对面的想法，三个一起见面，也是塑造一个团结台湾的意向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找一个场合，但是是公开的，大家见面谈。还是他很客气哦，请叫我说，还是你只想要我和你两个先谈，或是比较主张，他说他比较主张三个一起谈。如果要见面的话，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好好的谈一谈，不管结果如何，对自己内心也有交代。时间今天早上，地点公开的地点就可以，不是秘密见面。下一句话是，如果 Freddy 要给 Godo 直接在他家也可以，不然找一个饭店都可以。我需要找一个理由退席，他需要找一个理由退席，所以他自己勾懂市长啊。我再重念一次哈，如果 Freddy 要给勾懂，直接在他家也可以，不然就找一个饭店都可以。他需要找一个理由退席，所以给他面子也是好的。但是太多人在看，所以要秘密见面困难，所以干脆公开见面，不要私下谈。